所不能及。故文殊师利如是微妙法门，即诸菩萨契经之本，五经附著无力，汝当来世受持读诵，为人解说。专轮圣王出现无色，所有七宝皆色在前，王灭之后，宝随阴没。如是微妙法门，流行无色，即诸如来七菩提分顶法眼不灭，若不流行，正法动灭。是故文殊师利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求菩提，应当发起精进，思舍处境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。此是五教，不如后世生非行心。菩萨出经义，妙慧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及诸大众天人、阿修罗、乾塔婆等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善男子有两法利益大乘，一者熬念佛法，二者熬念声闻。
福佑之法，一者永护解脱，二者灵验说法。福佑两法，一者求菩提心，二者调伏众生。佛有两法，一者不舍菩提之心，二者观法平等。佛有两法，一者能布施，二者不求报。佛有两法，一者平等施，二者能回向。佛有两法，一者持戒，二者不求善果。佛有两法，一者忍辱，二者乱语。佛有两法，一者唯有善法勤修精进，二者不轻懈怠。佛有两法，一者求法，二者熬法。佛有两法，一者熬求善友，二者恭敬供养。Thank you.
各位慈悲的生命菩萨，你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你就是生命菩萨，我们就一起在关心的世界，关心的所有生命，那些被杀死的动物，那些未超度的这些痛苦的众生，生命电视台一打开，就把这个力量一直在关心着他们，我们的家庭也得到了净化。所以各位一定要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收看生命电视台，按照生命电视台的佛陀的正法来修行，那么更要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，让它法轮常转，普度众生。阿弥陀佛。打开生命电视，慈悲众生，和谐家庭，欢迎收看并护持生命电视，让慈音转动，化解烦恼人心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开灯或点燃酥油灯时，思维愿我点燃友情的智慧明灯，照亮他们的无明黑暗，借由首先点燃我内在的智慧明灯，令他们能见到究竟实相。各位，你要这样背也可以，还是你要熟就好了。那这就汉传的，燃起佛前灯，灭除心头火，愿此大智慧照破众无明。反正一定要有一个利他的引导，这样来点灯。所以我们这样点灯的时候，那么所有的友情都消除黑暗，我们也看到了自信佛，他们也看到真相。收看生命。